先生，我在找一条地图上没有的路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找看啦？如果你找得到的话，我就跟你姓。不过不管你找不找得到啊，你都准备出糗喽。好，果然找不到是吧？很好，我看你除了后的路之外，没有一条路你找得到。说我找不到路的了，至少我找得到回山上的路了。你看不起我？哎，你干嘛翻桌啊？你不爽啊？